这个为什么瘦呢？他一生出来，他也没有选择，他住在那个上下郎的那个家里嘛，哈，吃住这些都比较没有那么充裕嘛，哈，所以他比较瘦。但是呢，他同时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问要不要生存？要嘛，对不对哈？他含金汤匙。 他也要奋斗，他呢虽然是穷苦人家，他更要奋斗。所以说这个哈，所以这胖瘦的话哈，这个含义就是说，你在世界上诞生，不论你是贫穷，还不论你是那个没钱，你都要奋斗，不要怨叹啊。你将来胖子，将来有一天你不努力，你会吃。 是，我讲是三公，哎，三公的啊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大家在这个世界上要共同努力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好。